新闻首先，咱先来关心着嘉义市的消息。行政院长赖清德22号到嘉义市视察，关心污水下水道工程，并且参加成人礼活动。随后在前往文在寅参拜祈福。赖院长表示，嘉义文在寅热心公益，乐善好施，鼎鼎大名。感谢土市长安排陪同来参拜，并且对庙方致上12万分的谢意，感谢因对社会的贡献佮帮忙。行政院长赖清德伫嘉义市最后的行程是到文在寅参拜祈福，对于文在寅热心公益、乐善好施，鼎鼎大名。伊特别感谢土生埕市长安排来遮参拜，对庙方致上12万分谢意，感谢对社会贡献与帮忙，恭祝新委显赫、香火鼎盛。赖清德也有三个祈求：一求呢，咱台湾国泰民安、风调雨顺；二求嘉义市祝时无灾，八节有庆，善男信女，阖家平安。三求呢，咱天官文财神保庇，予咱台湾教育会当更加普及，经济会当发展，善男信女，大安市，哎呦好，大安好。赖清德伫文在寅的致辞上，大力赞扬土生埕市长。伊表示，嘉义市愈来愈进步，唔呐，交通、水清、路平、灯亮。还佫加上空气好，赖院长、俄罗土市长认真拍拼，又佫有方法。这两三年来，饮水问题大大改善，水清部分污水下水道建设后，未来就会使看到河川水流，会变得佫较水，吸引佫较侪游客。伫道路方面，过去污路后随意铺设，现在则是统一规格，大家共同处理。即卖路比过去平整，全国第一。伫顶梁部分，嘉义市毋是向厂商买电锯，而是买10年 LED 路灯照明服务，非常聪明。此外，空气也比以前好，因为空气污染管制伫嘉义市发生效果。淘汰16000台自行电机车，是全台各县市中上好的。今年甲去年的 PM2.5 减少效率，嘉义市是非直辖市中的第一名。新闻新闻张仁顺嘉义市采访报道。